对于近日具惠善、安宰贤离婚事件上了热搜，刘维也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声，表示感情没有对错，结束了就是结束了，而不是谴责其中一个人为什么要伤害彼此。不过他随后删驳了，网友怒言称替安宰贤说话。刘维站出来发声倒是没什么，但配上自己的一张精修照片是什么意思？这样的举动被网友炮轰蹭热度，刘维本人还挨个回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